四位劈叉的女星，杨颖勉强，谢娜搞怪，热巴的腿太厉害了。张兰心不但长得高，会武术，而且这劈叉的功夫也是很厉害，直接在车底劈叉。不过这对于会武术的张兰心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吧。劈叉对于谢娜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，可是手里拿住搓衣板还做出弹琵琶的样子，真的太搞怪了。想不到谢娜连劈叉也是这么的古灵精怪的。杨颖参加跑男是劈叉，看住很难劈下去，真的很勉强，两条腿距离地面很长，看来是疏于锻炼了。迪丽热巴不但转圈很厉害，连劈叉也是这么厉害，两条腿和地板亲密无间的接触住，两条大长腿太强劲了，真的太厉害了。